嗱，呢度就係 Cortis Fit Market。咁我都要同佢免費賣下廣告。頭先咧入邊咧賣咗幾支香喎，唔係中國人拜神嘅香，係叫做香一支支嘅香，不過咧有唔同嘅香料。咁咧我就賣咗幾支咁嘅 sage 啊，鼠尾草啊，我嚟辟邪驅鬼喎，非常之好啊呢個東西。咁所以我都要介紹下。到我點嗰時咧，就另外拍片介紹下呢個鼠尾草啊，辟邪鼠尾草。咁入邊咧，呢度入邊有一檔咧，就幾好啊！就賣啲 3D 編嘅物嘅東西。咁如果中意啲 3D 編嘅藝術咧，去嚟呢度試下睇下，比較下。而家嚟到呢個第二號谷倉啊 ，Part Two。呢只系叫小魔怪喎，啊呢一檔啊，呢一檔賣香啊，呢檔$3.15支香，呢檔咧。叫尖市 Trading Post， 佢就真係乜銀都有嘅呢檔嘢。咁我俾大家睇下佢全嘅銀啊，其中一個我幾中意嘅，佢就特登擺喺中間，德國馬克，1965年。有好多林林種種嘅嗱，呢啲好嘢啊！啲 Elvis Presley 即係$15啫喎，有 Beatles 喎，啲樹根咧，呢度咧就一檔去執埋啲蘭加斯照賣啊！咁呢度咧有一檔個年青人，上一次咧我睇佢好多時咧擺咗喺度即場做佢呢個雕刻嘅。咁呢只嘢雕完之後上埋色 ，polish 埋一嚿水。呢度有好多其他嘅作品。有興趣就可以嚟呢度睇下，嗱呢度係佢個工作坊，最主要就係一把電鋸，嗱呢個就係嗰啲咁嘅狐狸頭啊，係咪？我頂啊！嗱呢度就條彈弓，就嚟裝嘅，裝彈弓就呢啲啊。呢度嗰條友唔見佢喎，係一條鬼佬嚟嘅。呢檔嘢做咗30年噶啦，即係佢而家60幾歲，佢30幾歲開始做，做到而家60幾，做咗30年。上次我有一嚿嘢，我都免費送咗俾佢。我諗佢好多時都有啲人誒，將啲舊嘢醒俾佢嘅。冇乜所謂啦。
呢個叫 bus 啊 ，bus 點解咧？即係攞油，即係煙頭。人嚟講咧就係攞油，如果煙仔嚟講咧。講開 bus 有一個笑話喎，有個做銀行嘅職員咧，喺香港過嚟喎，喺呢間銀行做 teller， 咁有一次咧，佢喺度寫嘢做緊文件，突然間好識唔記得帶筆，唔記得攞一支筆喎，其實。佢跟住，情急至生喎！突然間個客袋住支筆，冇所謂啊，問佢借啊，佢就話 ：Can I borrow your 筆？佢自己講完佢都笑啊！一筆呢個字唔係亂講啊嘛，唉，廣東話就係一支 pen 啫，即係一支筆啊，但係西人就當咗係屎忽噶咯喎。是借人的屎忽來做什麼鬼呢，真是蝦人啊，還大量攤位啊，可以你這裡租啊，大家搞惡旺的場去啊，有很多人 retire 了，因為呢這些檔口呢很多老人家做的，或者一至五有份工，星期六日就擺下攤咁啦，點都好啊嚇。好，玩下跳飛機先。咁樣開始啊，要一、二，跟住擘開，中跳中間跳呢度，擘開跳呢度，跳中間呢度。咁以前咧，啲細路就係條鏈啊，揾條咁嘅鏈咧，拋一條鏈，掟中邊格就跳去邊個啊嘛。如果中間失咗平衡咧，就由呢度再開始過。咁一路一路上，呢啲以前咧生果箱咧就係咁樣噶，木咧揾條咁嘅鐵線裝入去，都係實木嚟噶。跟住然後進化咗做紙箱、膠箱之後咧，呢啲木箱就變咗古董。即係維他奶嗰啲咁嘅木盒、木嘅 crate 啊，嗰啲咁嘅架仔，而家都變咗古董啦，同樣道理。哇！似乎落雨啊嘛，呢個縮都收完，咁想收啦。